这个要录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少凡，这次很高兴收到云影的委托创作这首 Foggy Day 爵士乐曲。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因为我必须考虑到唢呐的演奏法要如何融合到爵士乐的语法里面。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不过我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做了这个新的尝试。欢迎大家1月15号下午2:30到国家演奏厅欣赏曾云影的唢呐独奏会，祝你成功。